我喜欢动物啊，喜欢老虎啊，是因为它们的形态很像一台跑车，很凶，很流线型，它的皮毛啊很漂亮啊，在草原跑的时候就好像跟风一起，看到它就感觉好像是我爷爷，因为每一只都蛮老的，就会把头在海底里面伸出来，就是在看报告嘛，好可爱的。就很可惜的，就是人家去杀害它。野生动物就是野生的嘛，那它是应该永远都是有自己的地方、自己的风格、自己的性格，是自由的。觉得如果动物灭绝了之后，我的孙子就变成只能看图片。我们应该学着去保护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和我们人类一起共同的生活，携手同心，无限生机。